Just wanna let this story die, and I'll be alright. We can't be friends, but I'd like to just pretend. You cling to your papers and pens. Wait until you like me again. Wait for your love, my love. I'll wait for your love. 欢迎我们最亲爱的张盈馨老师。那么他即将调派去燕美华小任职辅导老师，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做了一个很特别、很更有意义的欢送会。所以我觉得这位老师呢，今天我要欢送他呢，我不知道我要高兴呢，还是要伤心。此我要借你们的掌声来谢谢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新的环境没关系，还是一样可以很开心的。好，有时间多一点回来探望我们国民华小的学生、老师、校长和理事们，谢谢。是哦，是因为我们学校将失去一位能干、工作经验丰富的，而且又尽忠职守的好老师，智慧都奉献了给我们国民华小。我们也是开心的祝福他，因为我们是前康进校长，你曾经是我的老师啊。那时候张老师，我在曾家南区华小当老师的时候，张老师是我的学生。这一次张老师调派到燕美华小，那么校长呢也是依依不舍，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位得力助手。但是我希望张老师呢，去到燕美华小仍然的敬业乐业，而我也祝福张老师事事顺利，身体健康，谢谢。张盈馨老师，那么在之前校长还没有支持之前呢，我还以为我是认识张盈馨老师是最久的，那么现在我是在东明华小第二个认识张盈馨老师最久，那么我们的缘分就从2004年开始，那比校长。那么现在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张老师上台。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东明华小拿着麦克风说话了，之前呢都是做司仪比较多，那个时候呢也是会紧张，可是没想到今天除了紧张，手原来还是会发冷的。陈月君校长曾经是我的老师，杨小伟老师曾经是我的同学，这里还有一位是我中学的学姐，好奇吗？真的很小世界。我方玉玲老师是我中学的学姐。那感恩陈校长、李副校长、何副校长、刘副校长以及所有的老师，感恩你们的支持协助，感恩所有的家贤女士支持和鼓励。你是一三零一零五车站，这么感谢他的热热热热十分钟啊！Yang membantu saya sepanjang saya berada di Kumin. Sekiranya ada kesilapan atau terkasar bahasa, saya memohon maaf. 最后，祝在场的各位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张老师。哇，第二优！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江南说，闷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伴你走过每。秋冬，生命变，离别虽然在眼前。
我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愿心中留下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谢谢陈雨欣老师，再见，后会有期，感恩有你。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几个